主料：猪里脊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水淀粉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番茄酱、白糖、葱、姜末、醋、鸡蛋清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将洗好的里脊肉用刀切成长宽相等的里脊条，里脊放入碗中，加入鸡蛋清液、水淀粉、料料各适量抓匀，碗中加全蛋液、面粉，少许水调成模糊，静止放置5分钟待用。碗中放料酒、糖、醋、盐、葱、姜末、水淀粉，少许汤兑成味汁，将里脊条放入面糊中刮糊，锅子火上倒入油，烧至80%热，逐个投入里脊条，炸至金黄色，捞出沥油待用。锅留底油烧热，倒入番茄酱，煸炒出红油，喷入糖醋味汁，倒入里脊条翻炒均匀，待汤汁浓稠时再离火淋入香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锅子火上倒入油，烧至80%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